YouTuber Lam Ping Fong 发明皇后，最近我这两三天前染了冠状病毒，反而最高峰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染到这个病，现在才中，因为政府说不需要戴口罩。我问你们有几多个人有良心的，我们所住的地方全部都是高楼大厦，乘升降机回家，以前很大的，现在小小的空间，我们戴什么口罩也没有用。我发现了一些治疗方法，将一大块冰块，不用装水的，整天将后脑贴在冰块上，晚上防止耳朵发炎，八小时贴在冰块上睡着了，我没问题，试过很多次了，很安全，治咳嗽用胶带卷住肚子睡觉。如果你们没有发烧，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决定，喝一点茶叶加青柠水或柠檬水，不加糖。我经过两天日间也有咳，打喷嚏，幸亏晚上睡着没咳嗽。我的病情现在慢慢好起来了。我已经做了视频跟你们解释，请留意。感谢。